你不走我走，我会一使劲点咬着，反正家长哥走了，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啊！敢欺负我，妈妈妈妈，我大哥都睡觉了，我咬死你！干啥呢？烦死了！几个老娘们天天叽个叽个的。但可我发现你这几天你有点阳光灿烂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给你好脸了是吧？没挨过毒打是吧？给你杵的，给我躺那嘎巴。妈妈真好啦！你可离我远点，我可不是帮你啊，就是吵着我睡觉了，去写一点去。可是我去，这这给我蹦老年第四口的这个情况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睡睡还毛的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就睡着了？可这种睡谁让这睡？可天呀你，那你家啥规矩你不知道吗？你给我天小。